亲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彰化的彰滨海龙绿化风电，进前二氧化碳外泄，造成着人员伤亡。检察官派着空气桶入去发生事故的厂房来勘验，初步断定是人为的疏失。讲当时工人当咧测试着拍火设备，结果误字开关，所以共一区54支更悬的二氧化碳中。流露出来，检察官认为施工的包商涉嫌过失致死，以200,000来交保。二氧化碳一直流出来，而且彰滨海龙绿化风电严重的工案一挂，检方昨在准备空气桶的防护下，入到事故的厂房去做勘验，员工这是人为的疏失。检方初步调查，当事人进行灭火器工程的安装作业，工人在测试时去动着开关，才好工业区总共54桶的二氧化碳同时漏出来。对比当时的工地主任伫病院时，甲家属讲，对着这个滚烫发生连锁反应，伊嘛真正想无，这个讲法明显和事实有出入。被激发那种状态都叫做匪夷所思，就是我在做这边，我的安全装置都有断开，连原厂的技师他也看不懂为什么。检方调查负责海龙消防设备生产的包厢涉嫌过失致死，以及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等罪嫌，以200,000交保。施工包商陈姓男子涉有过失致死及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等罪嫌，讯问后200,000元交保。这件公安的意外造成包括上少年这个19岁姓干的少年人抢救7天失败，另外一个38岁姓罗的查甫人家属在27日时签放弃急救以及器官捐助的同意书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